开始了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平。干嘛这么激动？这两天呢，一直有粉丝问我说，是不是会去参加 BW？ 前两天哔哩哔哩邀请了我，然后我也确实会在上海参加活动，大概在7月20号到21号之间，我都会在。好像是说给我安排了一个什么交友舞台，当然我也会在233小厨房给大家做一些小游戏，好像说是切法棍什么的，好像还给我安排了一个签售环节，说让把我这个名字签在纸上，然后就可以卖出去。哎，这个好刺激啊！不管怎么说啊，反正我就会在现场啊。那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呢，你们也可以会吧，花点钱买个票去看看路人啥的，对，很好，流下了心酸的眼泪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这么喜欢我要去看别人啊？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用到的主要材料，首先是面粉，要很多。大概500克吧。今天呢要做的是法棍，原因是因为我在那边要玩切法棍的游戏，我想回来先试试，怕万一到了现场，对，你知道不太会。然后哔哩哔哩的小伙伴跟我说法棍特别的坚硬，我觉得他可能对法棍有点误解。我跟你说，但是他们不会做，我做的法棍外酥内嫩内润内软，对，非常的好吃。不要多啊，500克刚刚好，精准。12克的糖，没关系，多放一点。哎，多了，不好意思，多了。好吃。盐大概放7克左右，注意啊，盐的量一定不能多，多了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，会咸。10克的酵母，先用筷子把这个适当的搅均匀，然后边搅边往里面加水，水的量呢是345克。但是像我这样一个就是高超的白案师傅，已经不需要看什么秤啊什么东西了，就靠感觉就能够把这个揉好。好像多了，不好意思。紧接着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，洗手。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揉面了，边转边揉，这就是一个非常高超的白案技巧。有什么用呢？没有什么用，我只是随便编一个很牛逼的技法出来。好像有点太湿了，加点粉，加油一下。好像又有点太干了，再加点水啊。好，可以。揉成这样不沾手的面团，不沾手，你看一点都不沾。揉成这样不沾手的面团之后，就可以往里面加植物油了，大概20克的量，20克还是蛮多的啊。给它做一个推油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这么多油的话，让面团充分的吸收油脂，适当的采用一些小技巧，能够让这个变得更好吃。揉5分钟左右，基本上就能发现油脂全部被这个面团吸收了，然后稍微的整一下形，让它外观变得更好看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把不好的藏在底下就好看了。我们盖上一个小锅盖，醒十分钟之后，你能够发现面团变大了，而且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网纹，看到吗？这个时候你还需要再揉一遍，它可能会有点粘手，但是没关系，你就假装没看到就行了。这样大概揉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，然后盖上锅盖发酵1.5个小时。这个发的也太大了吧。面粉稍微撒一点在上面，要不然等会会粘手。把它给取出来，哇，这个软的手感，我的天，超爽的。这样用外面这片往里面裹，这样就不会沾手，看我多么讲究小技巧。好，可以揉一揉，把气给排掉，展开，你看听到吗？这声音，把气排掉的声音听得到吗？要把这个棍子给卷起来，然后我们把它均匀的分成2等份，看到没有？天下武功唯快不破。再揉一下，排一下气，看到吗？这小技巧，你看到这个技巧吗？一看就是专业的白案功夫。照我这个方法搓，一定不会沾手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之后我们再擀一次，依然是排气。我们这块烧饼就做好了，从这个边缘一点点卷起，不能有空气在里面。好，差不多可以了。等会它会发的非常的大，所以现在细一点没有关系。可以了，我们把它再翻过来，中间距离稍微隔大一点，因为它等会胀大会连到一起。紧接着在这个法棍面包上割出一些浅浅的纹路，太深的话就不好看。标准的法棍上面一般是画7道，但我作为一个不走寻常路的美食博主，我一定要多拉一道，8道。
最后一步需要在这个面包上喷一些水，用那个小喷壶噗噗噗噗噗喷，但是因为我没有小喷壶，所以我这样。好，收工，把它放到烤箱当中，调成发酵模式，发酵半个小时。叮一下之后，把这个，哇，这么大吗？把烤箱调到烘烤模式，然后调230度的温度，预热8分钟。预热好之后，我们把这个放到中下层。好，然后往里面喷点水，关上这个，烤30分钟。15分钟之后啊，往里面继续洒水。OK， 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可以拿出来了。刚才我一开始以为它会很硬，其实都是错觉，真的非常的酥软。你听一下，胸口碎大石，这么软，肯定是很好吃啊！你们别听这声音，好像很硬，实际上很软的。你看，我切不进去。哇，难怪说要现场切面包，因为它真的不是很好切。我，平平。应该会去 BW 现场给大家切面包吃，用锯才能锯开，我的天，哇，烫死我了，尝一下，给大家听一下声音，哇，听一下，非常的酥脆，现在稍微有点凉了，所以外面变得更加的酥脆，里面其实是这样的，看到吗？非常的松软，尝一下，可以点赞点赞，不教他点赞。最后呢，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吧。7月20号、7月21号，我会在上海世博馆参加哔哩哔哩的 BW World。不对，我会参加哔哩哔哩 World。现场呢，会在2333舞台和交友舞台跟大家进行一波小的互动，行吧？那到时候记得来跟我一起玩。人皆寻梦，梦里不分西东。片刻春风得意，未知景物朦胧。那你来尝一下，好吃吗？嗯，不是很好吃。注意你的态度，好吃不好吃，再问你一遍。不是很好吃。再说一遍，好吃不好吃？我问你。好吃。很好，表现很好。给你加钱加工资。爸，我问你好不好？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啊，真棒！说假话很厉害哟。好吃。